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美。今天我叔叔买了两对牛回来，我们过来看一下。这个黑色的一对要了10000块钱，那边那一对要了13000。这些牛仔都是母的，买的还挺值的。这一头是在村里农户上手买的，那一头是在牛市买的。昨天才牵回来，他叫我过来看一下。这一对是在农户手里买的，10000块钱，这一对买的很值的，比我会买牛多了，哈哈。这看一下这一对，这一对是在牛市买的，13800。这个母牛比那边那一条要大一点。这一对肯定买稍微贵了一点嘛，它是在牛市上的牛贩那里买来的。这一条是土杂，那边那一条是土牛，价格肯定稍微是贵一点。这两对牛整体来说还是没买贵的，现在我们这边牛价都涨了。这抓回来如果养一段时间的话，可以赚得到几千块钱，他有合适的价他也会卖的。早几天他自己卖了一对，现在又抓了两对回来，有合适的人来买他又转手出去，赚点转手钱。这两头牛犊也很有看相，也很肥，这个毛色挺亮的，这一对买值了，按现在的价的话，肯定值12000吧。我们天天赚都没有赚到这么好的牛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找的那么对好的，一对好的。这对牛买的挺值啊。